三女神合体 ，Dora 公开瘦脸秘籍。是什么样的明星脸可以像是许若瑄、李玉芬和林采缇的女神合体呢？昨天的直撞女郎 Dora 虽然还是淡江气管大三生，但她已经有一年多的表演工作经验，而且还很有礼貌哦。今天是我第一次举牌，好紧张哦，刚刚有点小出彩的感觉。那希望可以大家都支持我，支持我哦。嗨，毕业后还是想朝金融界发展的 Dora 公开自己瘦脸瘦手臂的按摩秘籍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美丽的小秘方，像平常瘦脸的时候，就是要多按摩这边的穴道，让这边的穴道。啊，按摩的通顺的话，然后才会就是脸会比较小。然后平常回家也要多敷面膜，拉后面的穴道。然后呢，会这样手滚这边，不要喝有糖的东西，要喝无糖的豆浆，一些比较养生的，或是薏仁水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平常要多按摩手，才会让手臂比较瘦。就是做一些瘦身的操，会比较容易瘦身。嗯，非常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加油变美丽，好不好？动新闻，好的，报道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20000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。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